2013泰迪熊嘉年华今天开始在台中登场，现场有100座经典泰迪熊，也将会展出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保留至今的经典古斗熊，想必大小朋友看了都会直呼可爱。亚洲首次泰迪熊嘉年华会28号在台中登场，除了有各式可爱的泰迪熊玩偶外，主办单位特地展出了100只高173公分的泰迪熊，在秋红谷、草悟道、市府广场以及星光三月户外免费展出。这个活动呢，其实特别有看头，是因为说我们这次里面呢分成5个展区，跟这个我们台中市的地景做结合，以及台日出家联展。展场内各种不同样式的泰迪熊模样相当可爱，每一只有手工打造，如同真人大小，让民众看了直呼好可爱。因为我自己是还蛮喜欢泰迪熊的，那小朋友也喜欢，所以是还蛮高兴的。你喜欢球球吗？这次泰迪熊乐活嘉年华会是亚洲首次举办，网罗来自世界各地的收藏，还将展出二战时期保存至今的经典古董熊，以及各种彩绘主题泰迪熊。喜欢泰迪熊的民众可得好好把握。联合报喻文文台中报道。